号外号外，分贝家族要在分贝岛上举办演唱会了。哎，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到这个分贝岛啊？你还别说，还挺刺激。可是登岛不易，竟要证明我是我。陕西方言，今天呢，咱玩一个游戏啊，每个人呢都是争取拿一些分贝，要一个豪华的舞台，哎，可以表演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对不？开心，很开心。我直接给你来一个我的个人技。真的香。收官舞台已就位，可是登台有条件。他们今天能守住音响和机位吗？一小块一小块的，白白的、软软的、辣辣的、酸菜的，酸菜酸菜，它是酸菜对吧？哇，酸菜！等一下，这努力，掌声！掌声！